我叫风夏，是个游戏主播。机缘巧合之下穿越到末法时代，在这个修真世界遇到了妖兽幼娘，还拜了高人为师。那师傅，神桥镜是啥？哼，连境界都不知道，凭你也想成神？没事就勉为其难给你讲讲吧。神通者从低至高共分为八大境界，本座已至神桥境，八大境界一层比一层难以企及，达到最高的乔天境要历经雷劫，乔天之上还有真神境，能成神的神通者更是屈指可数。误打误撞下，我认识了千秋谷弟子白沧海，并随他一同回谷，却未料到这个决定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。原来千秋谷被波诡云诀的宣武国和众妖云集的万妖国度所包围，而宣武朝廷目前还对千秋谷虎视眈眈。千秋谷玄武暗器何在？但是我凭借减属性的异能和玩游戏培养出来的战略意识，看能否帮助千秋谷扭转乾坤。诸位，风某有一计。谁搞的鬼？我的秘法用共鸣法传递消息了。你小子的鬼主意，扰乱世界频道这种骚操作永远不会失效。然而似乎还有股未知的神秘力量在千秋谷的背后潜伏着。